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午夜后宫的玩具熊。我是 Gika， 相信一定很多人看过这个午夜后宫，没有看过的也没有关系啊，这是一个恐怖游戏啊。OK， 那我们这次 Gika 呢要去这个监狱来探监一下，他的很多伙伴都被关在这里啊。你可以看到，门口森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这个，请问，这个是在盘查这位老兄在？你请问一下，我要怎么到我们的会客室啊？是不是这个地方？我们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监狱长什么样子啊？这里应该是会客室。是到哪里啊？这个小路是路吗？哎，你好，我要来探监啊，我来找我的伙伴。往前直走是吗？我可以看到这个监狱好小哦，这个门进不去。我们先从上面介绍哦。等一下，这是可以进去的吗？这里面枪支好多哦。可以耶，可以进去耶。好小哦，这个。哇，这边武器好多哦！感觉它好狭窄哦。哇，这什么啊？这边的武器真的很多哎，火神机枪啊什么的都有。我看到了，卧室在下面。下面有小狗啊！这个老兄在这边，应该不介意我这边参观吧？从这边下去好了。哇，大家在做运动。过去啊，这个，哇，好可爱的小狗。这个人怎么就在那边发呆呢？什么？这餐厅居然大家都在这边抽烟？这样子行吗？这个是洗脑电视。后面是不是有个浴缸啊？这是吃剩的东西，放在桌上啊。这是什么？谁啊？乱丢？真的耶，浴缸耶，这边有浴缸。会客室我看到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受到虐待的，我知道，被枪决的受刑人，他们会放在这里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啊，这是会客室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在聊他们的未来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他妈妈。过来了，这个是，我知道，这是会客室的入口。两个人站这里啊，不错哦，他还有在有拿号码牌才可以的。从这个视角看过去，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事情。所以这里是可以通过的嘛，只是很狭窄，有没有？感觉好挤哦，压迫感很重的感觉。楼上是什么啊？
这地板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个是负责人吗？跟他的……哦，不是啊，里面啊，里面是受刑人啊，然后他好像是准备要被枪决、啊、还是要审问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是在干什么？旁边还有牧师啊，应该是要枪决吧？所以他的这个是律师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后面那个应该是他的女朋友还是太太吧，在跟这个我不确定他的职位是什么，不过他们在聊天啊。Anyway， 我先去上面看一下，上面这里是什么啊？这个是、医疗的，哦，这个小型的办公室，这个大家都很努力的上班，我知道。做什么测试吗？还是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哦，看起来是还蛮友善的啊。啊，小型直升机停在这里啊，会不会太小了一点？这上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哨塔。来看一下，哎，这是谁？这不是那个弗莱迪吗？弗莱迪被关在这里，兄弟，我等下来救你出去了。还有谁被关在这里？不是你啊！哎，刚才没有看到这里，这是什么？受刑人的准备要电疗就对了。嗯，哇，突然看到我的牙齿好多、哦。哎、欸，准备要抢劫了！哦，我被射了，走开呀、啊！不要跑！发现我的头好大，挡住视角了。警察很多，一直射我。哎、欸，超难射的啦，狂瞄啊，看不到点点，你知道吗？一人称也看不太到。我的手指甲完全挡住视线了。到底有多少个警察？躲在后面。下来吧。哎，邦尼，邦尼，你在这里！喂，我救你出来了，别怕，小姐。走开啊，挡路！看那个人尸体，哈哈，挂在上面是怎样？看得我都傻眼了。这怎么过去啊？这跟迷宫一样啊。就是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后面还有。看什么看？
警察杀不完啊，好多哦。没啦，我在上面就是你。好，至少不会有警察在攻击我了。来吧，这个门也太紧了吧！哎，我进来了。来，我来帮你松绑，跟随我吧。等下你很生气，我知道。我等下再给你一些枪。霍斯来，给你。他好像是隐形的霍斯啊，半透明状的。哎，另外一只霍斯 ，Boxy。好，我们出来了。我们现在被警察通缉了，五颗星啊！来来来来来。拿枪拿枪，这把枪给你，给你啊，交给你了，喂，射他，我们要找一台车逃走。等一下，如果有那个 SWAT team 来的时候，可以抢一下车。哇，你们都不躲一下的，扫射，快点扫射！警察从后面包抄了，快射击，攻击他们！我们终于抢到一台车了，快离开这里！这台车好慢哦。哎呦，撞到！哎，翻车翻车！哎呀！掉漆呀！看他们复射，蛮好笑的。那个门是怎样啊？开开关关的，实在是好慢，超级慢的啦。喜欢看到更多这个《午夜后宫》的模组，欢迎下方留言给我，想要看什么样的剧情？这个警车一直挡住我，很麻烦。OK。那 anyway 呢，喜欢别忘了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啊，还没订阅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，OK， 下次再见 ，peace。